我们的游戏是静音吃饼干，我们这里有个分贝仪，我们要把拆包装吃饼干整个的数值控制在70分贝以下。你们六个人都得参与，但是只要过3个人就可以了。那么下面第一个是谁呢？麒麟上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因为我知道我他知道套路。大型吃播现场，加油！一口融化的什么？麒麟一口吞了？麒麟一口吞了一个雪饼，老铁们还不双击666吗？哇、哦，就是它声音没有那么大的，你就撕就行了。来了。超过了。好像仓鼠啊，飞。奶奶挑战成功。刚出生了，拿饼干吃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刚出生了。我拿饼干的时候，夏一凡，完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成败在没事，他完了还有王一景。啊，对，我们还有王一景。所以我要现在挑战吗？有一个代替啊。全程40多的，恭喜6位最后一关通过。